子章，早啊！子章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？反正也睡不着，干脆就起来了。啊，你妈把早点都弄好了，去吃点吧。我没兴趣。啊。 待会儿自己去出去吃吧。200块钱不够啊。200块钱吃早点还不够吗？我还要去别的地方啊，总不能不花钱吧？你还上哪儿去呢？不知道啊。我不要求你别的，我也不要求你念书，我只要求你在家里边睡觉。 不要往外边跑哦！我睡不着，可以。要一个人守着这个冷冰冰的家，我可不干啊！爸，钱。冰冰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哎，子章啊，你今天怎么起那么早啊？哦，子章。 爸爸妈妈今天有事情，你自己照顾自己吧，啊！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爸妈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一大早要上哪儿去啊？不知道啊。子章，哎呀妈，你跟爸就别管我了，小心耽误了你们谈生意啊。 皮包忘了拿了，等我一下。走吧。世俊，你们走。走。我是来想跟你们谈点事情，不晓得方便不方便。哎，当然方便了，世君，坐。谢谢。其实我前两天就想来的。 可是这个啊，我知道。不，这个钱，要是不够的话呢，我再给。不，令，我不是来借钱的，我是来谈谈关于子章的事情。子章，啊，你们认识啊？那。 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啊？我没告诉他。没有。当年我把子章带到这儿来，我答应过保守秘密，这点我办到了。你们曾经答应过我，不让子章受冻挨饿，让他念最好的学校，这点你们没有办到。世君。 我们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世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夫妻俩整日为生意在奔忙，总想多赚一点钱，让子章不会受苦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反而疏忽了他。子章变成小太保已经有多久了？也就这两年的事情，主要的还是他那些个不三不四的朋友把他带坏的。 子君，我们劝过子章了，可是子章不肯听我们的话，一直拖到现在，我们对他真是束手无策。怎么，难道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子章是你们亲手把他带大的，我当然没有资格说话了。不，我还是想求求你们，是不是想办法救救他？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？
自杀这个孩子他本性不坏的，而且他年龄也不大，我想是不是你们能多抽点空出来陪陪他，开导开导，劝劝他，我想他会变好的。世俊，我们也试过，可是子章这孩子好像是鬼迷了心窍，他就是不肯听我们的。那这么说就让他堕落下去了。我们是想管他，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年我是怕子章这个孩子跟着我这个爸爸会变成像我这样没出息，可是我现在没想到，我一见到他，哎呀，真是让我忍不住内心痛苦。世俊，我们对不起你。没有，我们互相都没有什么亏欠，只是我们都对不起子章啊。好，对了，慧珍，我还想求求你们，无论如何想办法，想办法是不是能再救救他？我发誓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来报答你们的。你们是不是想办法让我了了我这个心事，好不好？世俊，我们是一定会尽力而为呀。那我走了，谢谢。世俊，这钱啊，我还有办法自己生活，这一切拜托了啊。再见，啊，改天我会来看你们。再见，老再见。慧敏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妈，我知道了。丽萍、丽健，别模糊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好啊，早。早。思良。这么早来，有事儿啊？我是等丽萍一块去上班的。啊。啊，好好好，丽萍马上就下来。哎，你坐会儿。啊。快一点吧你。哎，你早。啊，走。妈，我去上课了。哎，三个小哥，我走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哎。哎，来了，快点吧，你们俩别模糊了。妈，晚上我有朋友来家吃饭，别忘了哈。哎呀，忘不了，你快走吧。哦，妈再见。走吧，好了好了，再见。小心点啊，李姐。哎，怎么？大事不好了耶！哎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二姐，那个常教授来了。人呢？赵太太早。哎，您早。各位早。早。陈教授，您请坐。去倒水。啊，去倒水。哎，挺热闹的啊！这我在外头听着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我以为没人呢。他们，哎，干什么？都站着。爸，您还不认识吧？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常问天常教授，这是我父亲。到我走。好，哎，坐坐。看什么？上学上班去了。啊。妈再见，妈再见，妈再见，我走了，外公拜拜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外公再见啊。爸爸，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有点事儿要跟常教授谈一下，您先到屋里歇会儿好不好？啊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常先生啊，不，常教授。我到屋子里休息一下，你们随便谈谈，随便谈谈。您请便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。常教授，您请坐。是。
周太，哎，我在猜，您心里一定不愿意我再到这儿来。周太太，我想跟慧华再见一面。这，周太太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愿意我跟慧华再见一面，可是这个事情，我考虑了很久很久，我认为我应该跟慧华好好的谈谈，我这样做对慧华是有帮助的。时候来的，怎么不先通知我一声呢？我是临时决定的，我知道我一定能见得到你，所以我没有事先通知你。教授，有事吗？周太太，哎，我跟慧华能不能在院子里单独谈谈？妈。您请便，谢谢妈。对不起。教授，你是来接我回山上的。慧华，其实我应该好好的跟你谈谈，我一直没这么做，我觉得我错了。教授，慧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爱情在年龄上是没有限制的。嗯，在实际上，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。教授，上回我妈到山上去，她告诉我，是你要我下山的。可是，我当时找不着你，见不到你的面。这回你大老远的赶来这儿，就是来证明我妈告诉我的话。不错，这太不公平了，根本就没有给我考虑的机会。慧华，这个事情很简单，你应该不必考虑。但是至少要尊重我的意见。你年纪还轻，你考虑的不够周密。你应该相信，我们俩绝对不适合生活在一起。你需要照顾我，我又可以照顾你，我觉得我们俩适合生活在一起。慧华，你应该冷静地想想，你迟早会发现我的年龄，发现我的身体不值得你。教授，慧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常常托你寄的信？嗯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收信人的名字？谭木秋。现在你该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不让你碰那盆紫兰的原因了。因为你把那盆紫兰花当成檀木秋。慧华，你既然已经知道檀木秋了，那么多事情你为什么还要？如果檀木秋要嫁给你，她早就应该从国外回来。她已经有信回来。
他马上就要回国。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这是母亲写回来的信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拿去看。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桂花，这一切的误会完全要怪我，怪我当初如果不是存有一点想跟你结合的期望，也不会引起你对我这么大的误会。好了，你不要说了。麻烦你转告你家里的人，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困扰。我知道，我会说的。那我走了。今天我想到山上去一趟。去干什么？我想到山上去拿东西，然后永远不再回到那个地方了。怎么嘛？哎呦，这个唯一分怎么这么难嘛？我看了一下，我还是看不懂。哎呦，我快气死了！哎，慧敏，这怎么能怪别人嘛？谁叫你啊，智商太低嘛？小飞，啊，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可不能打我，不然你就是承认你自己智商太低。好，你还敢说是不是？我揍你哦！慧敏啊，不对了，不对了，又一封你的信啊！哎，这封信跟昨天是同一个人的，笔迹一样的啊，那是同一个人写的了。哎，来看看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嘿，这个人一定是认识我的人写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嘛，他连我们家有几个人他都知道。什么啊，哪有情书里还讲人家家有几个人的？奇怪，到底是谁写的？咦，他还说啊，他半年前就想写信给你呢。大家，嗯，这种事是很严重的，赶紧不许讲。哦，是。慧敏啊，在想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恋爱了。啊？什么？慧敏啊，你连写信给你的人你都不晓得哈，谁你就恋爱了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早晚都会知道他是谁的嘛。哎，慧敏，万一写信给你的人长得奇奇怪怪的，没关系啊，只要他不是七老八十，不要气喘病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你没病吧？我看。哎呀，哎，你们两个是在嫉妒我啊？
没有，那就好了。不过啊，这件事情只有你们两个知道，嗯，你们得发誓替我保守秘密才行哦。啊，快点吧。哎，我大脚，我小黑，我们发誓保守周慧敏情书的秘密，我们绝对不会出卖朋友。哎，这样也行。阿娇，你有没有朋友？有啊。那你哪天有空把他们带到我们家来玩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不可以。啊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的朋友都在上班做事，都没空啊。而且很多住在南部，他们怎么有空来玩呢？董事长要回来吃饭了，我去准备一下啊。王长喜，天亮，婷婷，怎么样？今天是不是很愉快啊？婷婷，怎么不告诉爸爸呢？爸爸，嗯，我们搬家好不好？嗯，搬家？婷婷，你不是说住在这里蛮愉快的吗？怎么会突然要搬家呢？爸爸，我们搬到一个人多的地方，这样我也可以多交一些朋友啊。爸爸，好不好嘛？爸爸是在想，搬家也未必是办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是工业社会，即使我们搬到人多的地方去，恐怕也没有人来陪你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忙于工作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没有人愿意理我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人？婷婷啊，爸爸不是这个意思。婷婷，你不要理我。婷婷，你先不要生气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刚刚啊，董事长所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也是实话。哎，婷婷，我相信董事长，他一定会赶紧处理这个问题的，啊。婷婷啊，我想你给爸爸半天的时间考虑，你看好不好？爸爸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干嘛要考虑那么久嘛？嗯，你错了，婷婷，你是爸爸的希望，也是爸爸的生命，有关你的事情啊，爸爸不能不三思而后行啊。嗯，爸爸，嗯，那你到底怎么决定呢？嗯，我要给张阿姨商量一下。啊，张阿姨？嗯，哎，你不是喜欢张阿姨吗？所以我要给张阿姨商量一下，才可以决定啊。谢谢爸爸，爸爸你真好。来，喝茶。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嗯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嗯，好，来，我们开饭。啊，董事长，哎，爸爸，你累了。还是让阿娇推我吧。董事长，你说担心张阿姨她会不会帮这个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瑞军要是一个礼拜能来陪她一次，已经就是很不错的了。可是问题呢？是婷婷她需要每天都有人来陪她。我看，我还是给瑞军商量一下再说吧。董事长，这个问题你放心好了，我相信张阿姨她决定肯帮这个忙的。哦，何以见得？因为啊，你可以找张阿姨，告诉她，她有四个孩子，而且这四个孩子很听话又很善良。你请张阿姨让这四个孩子轮流来照顾婷婷，我也相信这四个孩子能跟婷婷相处得很好。但愿他们能够肯来。奇怪，朱伯伯人呢？嗯，我来这儿。
朱伯伯，嗯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吃起来了？没有生意，我就一生气啊，就煮了碗面呢，自己填填肚子啊。怎么饿不饿？要我给你煮碗面去？不饿，我不饿。嗯，朱伯伯，谢谢你了。坐坐坐坐坐坐。啊，坐坐。朱伯伯，嗯，我都两天没看到我爸爸了。 我到小木屋去，又找不到他的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你爸爸是吧？嗯。你爸爸不用担心了，这两天呢，他比较忙，你放心吧，李健了，他绝对不会到赌场里边去好了。朱伯伯，嗯，你是说我爸爸找事做？嗯。做什么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爸爸最近找了个事情啊。 绝对比现在要好。哎呀，这就好了。过不了多久，爸爸就可以回家了。回家呀？这个我倒不能同意。朱伯伯，嗯，难道我爸爸跟你说过什么不愿意回家的话？嗯，没有，李健，我刚才是胡说乱说的，不要当真，不要当真。 朱伯伯，你是我爸爸这些年来唯一最好的知心朋友。你如果觉得爸爸不愿意回家的话，那一定有理由。嗯，李健，你不要相信我说的话，我现在到里边还要洗碗去呢。朱伯伯，嗯，那一定有什么事是瞒着我的。没有没有啊，李健呐，我还要准备晚上的宵夜呢啊，你赶快回家好不好嘛？ 不好，朱伯伯，你要是不把事情跟我解释清楚的话，我坐在这今晚上不回去了。好好，那我就告诉你好了。朱伯伯，那您快说呀。嗯，李健呐，假如说你爸爸在外边另外又生了一个孩子的话，朱伯伯。 您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，当然是假的了嘛！啊，假的假的。哎，李健呐，我干脆实话告诉你哈，可是啊，你不能再往下问了。好吧。最近呢，你爸爸收养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。 这个孩子他不学好，可是他本质很好。你爸爸想多赚一点钱呢，教这个孩子怎么样学好，怎么样上进。可是，这跟爸爸回不回家并没有关系啊。是啊，前些日子我跟你爸爸谈起来，你爸爸是怕你们呢知道他收养这个孩子不高兴，所以说呀，我才能够说呀。 不同意他会回去的，朱伯伯。嗯，如果爸爸是顾虑到我们一家人不肯接纳这个孩子的话，那爸爸就错了。嗯嗯，朱伯伯，你想想看，爸爸这样做就是行善。如果爸爸愿意做的话，我们大伙人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嗯嗯嗯，李健呐，假如你爸爸带着这个孩子回到你们家里边去。 你们能够生活在一块儿吗？这个我可以保证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好了，李坚呐，你放心好了，你爸爸一定会回去啊，给你们团聚的。啊，朱伯伯，嗯，可是这还要麻烦你多劝劝爸爸了。当然了，当然，当然，这是当然的事情啊。好，朱伯伯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回家去了。好，好，朱伯伯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 老周啊，你是真应该把林子章带回家去了。
点水。谢谢。哎，徐姐姐，三哥他们在厨房里头忙，你一会儿看不见他，不会想他吧？慧明，不要随便的跟徐姐姐开玩笑。咪咪啊，平常没事儿都做些什么事儿啊？我喜欢看看电影了，逛逛街，有时候我也听听音乐啊，看看小说。哦。哎，徐小姐，你有没有打算过找个事儿上个班呢？嗯，我爸爸不准呢。啊。哎，我爸爸说啊，反正也不靠我赚钱养家，再说我爸爸怕我累，所以不管我怎么讲，我爸爸都不让我出去上班的。哦，那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啊？会啊，有时候我也觉得无聊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事情。咪咪啊，以后没事啊就上咱们家来玩，周妈妈教你做家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妈，现在为三哥以后的日子做准备呢。慧敏，你要再乱说话的话，我就让你到厨房去帮忙去了啊！叫我老外公，我一进去，三哥他们就把我赶出来了。那你老老实实坐着。大孩子。咪咪啊，你这套衣服好漂亮啊，自个儿做的吗？不是，是买的。哦。我看不便宜哦。不贵耶，4000多块。啊！哎，徐小姐，您说这4000多呀？啊，哎，我也不是每套衣服都这么贵，这是我的生日礼物，我爸爸送给我的。哦，咪咪啊，这周妈妈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直爽的女孩，周妈妈真的很喜欢你。谢谢周妈。看起来我们家又要多一口人喽。慧明，慧明，现在给我到厨房去。不要嘛。去。来，香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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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上菜。有什么关系的？哼，你们几个里面啊，就思良还比较好一点。哎，他今天没来啊？谁知道啊？那下班的时候好好的，突然说什么肚子疼，所以他就不来了吗？哎，老黑，哎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喂，哎，大龙，什么？中旬这小子最近怎么搞的？怪怪的，我觉得他。哦，哎。他怪怪的，怪怪的，三哥，思良怪怪的，大哥好，怪怪的，有没有事要我给你帮忙啊？有，什么事啊？帮忙把这些菜给吃光。哦，这东西坐在妈旁边的，就是女朋友徐咪咪啊。啊，是吧？好漂亮啊。哪天你教我两手，我也是个漂亮妞，怎么样？你呀，算了吧，别跟我瞎扯了。哎呀，别啰嗦了，就请外公跟妈来吃饭，快快快快去去。哎呀，好吧，壮壮，要去吃饭。外公，来来来来，咪咪，来来来，来来。
王总您坐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咱们立即。妈，您好，丰富的菜啊。不怎么样，咱们就知道了啊。坐坐坐坐，请坐。坐在周王。哎，坐二位，请便便。坐坐坐坐。哎，你坐在这干什么？起来。二姐坐。去坐那儿去，去跟你。来来来，桂花跟妈坐。好，来来，不要客气啊，招待一下，招待一下。吃菜吃菜，哎，这个菜都是我做的，是我端出来的。妈，您尝点。好，好，好，来给咪咪加一点。咪咪，来，你吃点。谢谢。我呢？这是干什么？外公啊，我吃的太饱了，我连坐都坐不下，我只好。我不是早说过了，少吃一口可以活到99啊。外公，这个道理我比你还明白啊，可是啊，美食当前我也忍不住啊。还没回来，送徐小姐送了这么久啊？是吗？外公，他们两个也说不完的话，说不定呢还谈上一夜呢。真的？爸爸，您起得早，我看呢早点歇着吧。哎，再坐会儿，再坐会儿。爸，他都回来了。这瓶回来了。哎，好了。咪咪玩得高兴吗？高兴啊！他说啊，过两天还来我们家玩呢。好啊！好极了，好极了。丽萍啊，这个他父亲对你的印象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。啊。不过我知道，他父亲。也是一个不愿意帮我渡过难关的人。李平，瑞杰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今儿个一晚上怎么晚报我都没瞧见呢？啊，晚报呢？李平，给外公找晚报。哦，哎，谢谢啊。啊，高兴吗？这两张名片哪来的？丽萍，就两张名片，你干嘛大惊小怪的呢？这，二姐，你不懂。妈，这两张名片到底怎么回事？慧敏，慧敏醒醒，慧敏，你醒。上楼去睡去。妈，晚安。晚安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丽萍，这两位来是还你外公钱的。还外公钱？就是你欠的那笔钱。瑞君忍不住说出了外公的秘密，丽萍将会如何？子章的身世，以及慧敏那些神秘的情书，又将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事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情深深》续集。